等一下，抓着哟。没事，我就叫一下你。嘿。爸，你不给我切一块啊？你没说。等一下，视频都拍完了，这是留给大家吃的。昨天我们辣的汤里煮的是萝卜，我爸说还可以。今天我们煮的是青菜。吃饭喽！嗯，咋去吃？老婆，今天没有杂水，就这样子吃。你给老子，我做哪里啊？